一定要记住，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。师傅啊，咱们想一块儿去了。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。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，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，一起努力了。加油！